すごい優しくて一回も付き合ったことがないんですけど機会があればぜひ有考虑跟随维斯看看吗？来台清最后一晚，高桥圣子有斯文男陪玩。大家好，我是高桥圣子。日本居男 AV 女优高桥圣子13日来台湾代言成人影音网站。来台的最后一晚，说过叫和朋友们相约台式餐厅用餐。能和说过叫一起吃饭拍照是一定要的。啊，回到正题，狗仔妹发现秀果酱吃饭的时候和身边这位长得斯文斯文的男子一直讲一直讲，最后斯文男还很阿斯拉里的买单。不过斯文男更厉害的在后头，哦，玛莎拉蒂登场了，前座当然是留给秀果酱了，其他的乖乖给我挤后座。斯文男就载着大家来到观光客的最爱士林夜市。 Only you can do me然后两人就当然只有当好当满地陪模式而已啦。最后斯文男将一行人在往按摩店续拖结束这回合娱乐动新闻。哦，还好不是温莎宝和泰路报道。